Hello， 大家晚安。Hello， 大家晚安。阿元、阿华、杨姐晚安。Hello， 你们好。大家晚安。我声音很奇怪吗？今天，我觉得我那个感冒有点变。谢谢杨姐送我真情告白。他之前是一直流鼻涕，现在虽然还是一直流鼻涕，但是变得好像有一点痰嘛，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会没有声音，依旧很沉。我有时候会没有声音，他有点转换鼻涕变成痰的感觉。Hello， 果冻九号 ，Hello， 忍者联盟哈利的鱼，谢谢阿华送了我香槟，谢谢阿华，谢谢你。我知道我今天头发看起来比较黑耶，是因为打灯的关系吗？Hello， 小兰你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还是我下午洗过一次澡，因为那个流汗太不舒服，所以我下午就又洗了一次澡，是这个原因吗？今天头发看起来比较亮耶。Hello， 阿志你好，阿志晚上好。膝盖帮七二。七二四企鹅你好，下播还要，对，我下播还要洗一次，放一下吧。Hello 李天天，谢谢阿华分享直播间，谢谢北极星的新之冠。夏天就会一直想洗澡，因为我太容易流汗了，身上很容易黏黏的，所以就很觉得很不舒服，就会一直很想洗澡。洗完的时候超级舒服的。我受不了身上黏黏。Hello， 医生，谢谢医生监督你一冷的玫瑰。夏天也会洗两次，平常都洗了什么呀？我洗温水。Hello， 阿元，谢谢你分享直播间。勇往直前你好，蔡你好。我都洗温水。谢谢小兰的新之冠。今天哦，对，今天突然下很大雨，就差不多中午下午的时候就开始狂打雷，然后我家这边是差不多到五六点的时候开始下雨。Joyce 你好，现在都关在冷气房了。明天天气好像也，真的假的？明天也下雨是不是？怎么一半都在雨中不？真的很大。我中午的时候就听到它一直打雷，然后下午的时候就下大雨，很像台风天一样。谢谢阿华送我筹码。大家晚安。早上，对，早上也是一直打雷。大概五点多，是不是平常？其实我觉得打雷很可怕哎，我每次都被打雷吓到，而且我小时候曾经被打雷吓过，所以我现在有一点阴影。我现在只要看到有闪电，我就立马捂耳朵。有时看到那种很闪的闪电，就知道等一下一定很大声。谢谢志成追踪主播 ，Hello 露露晚安。所以现在如果有打雷，我都不敢走在路上，很可怕。最近突然狂下雨。玉婷和 B 宝的朋友有苦，谢谢你送了好多 Love You。玉婷好久不见。这个玉婷是在日本的那个玉婷吗？应援物很多，闪电撞你不是就好？没有闪电撞我跑，是怕真的闪电。绝对不会跟小晴说 Mina 在学你。小晴跟 Mina 在学我。天耳朵你好 ，Hello 玉婷，你在日本还好吗？玉婷很想你，我也想你，玉婷。什么时候回来呀？可以来看我们的活动。在日本还好吗？晚上好，切尔东。
七耳朵你好，谢谢阿华送我顺龙，谢谢阿华。Hello， 圆桌晚上好，圆桌晚上好。哎，我们也看 mini concert 的活动了，是9月14、15，还有两个礼拜。在日本课业好忙，但很充实，希望你一切顺利，玉婷，加油！谢谢人中送我掌声鼓励，谢谢人中的看好你哦，跟偷偷喜欢你。人好，你好。我觉得我感冒的声音是不是更吸引人，很有磁性声音。金佑你好。刚刚过了，现在比较有时间，恭喜你！刚刚过了，很厉害耶！我到现在还没有考过任何一个日语检定，本来就很吸引了。感冒有好一点了，我今天又去看了第二次医生，然后他开给我的药一模一样。Hello， 汪阿公你好，宋文你好，广播电台的声音吗？广播台。医生有帮你？没有欸，他没有帮我吸鼻，他只有帮我喷喉咙跟喷鼻子而已。但是我想，希望今天睡醒后好一点。我已经吃这么多药了。喂喂，你好。希望赶快好起来。季风亮你好。顺，谢谢人都送我顺了。而且我现在吞药都已经不太想很久了，因为已经吃了两次医生，吃很多药，现在吃药都不会想太久，训练到不会想。我姐姐有品寒傲丹生血，好真的吗？谢谢你，聪明丹丹。不是说笨蛋才会感冒吗？所以我是笨蛋是吗？两秒钟吞了，现在可以两颗一起吞了。天天感觉太好了。我们从上海回来后，不知道带了多少病毒回来。笨蛋不会感冒，是笨蛋会感冒还是笨蛋不会感冒？谢谢黑哥分享直播间，我记反了。好，所以是笨蛋不会感冒。所以我是聪明丹丹，所以我感冒了。那你们没有感冒欸，怎么办？你们都没有，你们都是笨蛋吗？你们没有感冒欸。小笨蛋，大家小笨蛋，小笨蛋。地主炮。阿华，谢谢你送我眼睛夜障症，谢谢 YT 小兔送我初心者徽章。没有，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大家知道我是开玩笑的。你好，我是笨蛋，就是笨蛋才喜欢你这么久啊。上海表演那天我在上海，但在机场要回日本，错过见面的机会。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之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很多的。玉婷，谢谢金佑送我迷你金浪奖，谢谢金佑老师今天上个课啊。辛苦平寒嫁吉你好，志文晚上好，好好晚上好，等平寒飞。对啊，我好想飞日本了，好久没有飞日本了，什么时候会有日本的工作呢？期待。断钩了，前几天人在外面断钩了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没有感冒。你刚刚说的是那些你我们一起做的女孩才真的吗？我是沈佳宜是不是？笨蛋，我也期待。浪的勾勾哦，断钩，勾勾还会断掉，那再补回来啊？怎么样才可以再得到勾勾？
Forever 你好，我今天妆很晚才化，有没有比较完整啊？我大概五六点我洗完澡的时候才化的妆。谢谢海海送我真情告白，连续看五场哦，那你就连续看五场品涵直播就可以得到狗狗沈佳涵。那我以前国中的时候真的会化了几个小时的妆，对，化很久，大概一个小时多。Hello 厌世冰泉你好，我以前国中的时候真的很常被，那时候不是那些年刚出来嘛，很不算刚出来，就是蛮红的电影，然后很流行。我国中的时候就很常被说很像沈佳宜嘛，个性。连续两次就有公告，100次挑战起来。因为以前在班上算是功课比较好的人，然后就会被说你是沈佳宜，是不是？沈佳宜、沈佳涵，就常常会被这样说。QK 男子，谢谢你送我枫叶。但是我那个国中品涵是马尾，其实我小学比较常绑马尾，国中比较少，小学很常。聪明丹丹不是叫假的，绑马尾真的像吗？沈佳涵。谢谢阿华送我真情告白，拿支圆珠笔吧。健健生日来庆祝吧，健健生日快乐！今天生日吗，健健？谢谢一凯送了我筹码，我的背给你，戳爆大家背，戳死你们！哎，我有刚好有圆珠笔。刷死你们的背，你们的制服上会有很多圆珠笔的印子哦。为什么会可以拿笔戳你？好啊，前几天生日，生日快乐，健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会痛会痛，刷成火龙果。大家会转笔吗？我超级不会转笔的。可以再加个签名，当然可以啊，我直接签在这个荧幕上，看得到吗？看不到，有 feel 吗？有签名的感觉吗？我现在认真在签我的名字。下个月生日，那你生日的时候记得要来看我直播，可以帮你唱生日快乐歌。陪你淋雨，陪我淋雨好像很浪漫哎。谢谢妄想送我筹码签名，对啊，我的签名是一个屁。一他一他他，谢谢人中的筹码 ，Steph 一定傻眼啊！谢谢人中的筹码啊！好想要感冒赶快好，不然都没有声音。陪你一起变秃头，淋雨很浪漫，变秃头不浪漫。谢谢玉婷送了我枫叶，谢谢玉婷。我今天是新的银眼哦，今天29号，所以我买了新的。它今天很保湿，你没帮自己下咒。娱乐百分百的皮卡，我们是洛卡达。みましたか、ジャッジ。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多喝水，休息就好。淋雨就算一直走啊，一直淋雨变秃头。晚安，小妹。小妹晚安 ，Hello， 请问小妹在家吗？你好，你好，我是平涵。跟你们说，上次。谢谢玉婷和 B 宝的朋友小酷送我枫叶，谢谢上位一眼同胞。みたみた笑った，面白かったですか？我在家，跟你们说，上次
上次我跟熊妹要求说，熊妹我们一起拍这个照片，然后熊妹怎么样都不跟我拍，她就给我比这样，她怎么样也不比反的，可恶！熊妹，我被熊妹拒绝了，我被熊妹拒绝拍电话手势。熊妹晚安，我要跟你聊。熊妹比了正的手势，可是她没有拍反的。下次我再放照片给大家看。等我成功拍到反的手势，我就放上我们的合照。熊妹，你听到了吗？熊妹要跟我用反的手势，我觉得熊妹一定还是会拒绝我，对吧？没有反的，熊妹意外任性，笑死我了！每次跟熊妹对话都会笑到不行，她真的是太有趣了，只能用一次。太有趣的孩子了，而且跟我身高差这么多，我每次跟他讲话，我都要抬很高看他。上次跟熊妹比手长，他的手长整整多出我一个手掌哎，然后每次都要这样看他。今天穿什么衣服？机票吗？我忘记了，这好像什么机票的衣服。你们差20公分，我们差超级多的啊。他这么高。想看你跟小妹比大爱心，可是身高差，站在一起根本亲也不也。上次相处才，小妹超高，小妹是我们里面最高的吗？应该算最高的吧。小巨人，年纪小小，却是长得很高。谢谢阿华送我仙女棒。敌人最高，反正都很高啊，都是要仰望他们。Coco Ho 你好，我突然想起我昨天丢掉我的银眼的时候，没有捏爆它哎，我忘记了，就直接把它捏爆。都比起看高，比我高很容易吧，超级好找啦。我坐着看好哦，熊妹你要坐着哦。我昨天忘记捏我的隐形眼镜了，就直接把它丢掉了，昨天太累了，拔了就丢。呆呆87号，你好。他刚刚那句歌词是什么？每次听都觉得很有趣。哒哒哒，喜欢哒哒喵，我一直觉得是娘哎，他的歌词到底是什么啊？你看那乌尔鸭，哦，乌尔鸭，我每次都听成什么娘，对啊，什么什么娘的，大家可以再听一次，我倒回去给你们听一次。谢谢草莓酱 ，Hello 草莓酱，晚安。我每次都听成什么什么娘，哒哒哒哒娘。谢谢吴姑姑追踪主播，你好，是 AKB48TeamTP 的品牌，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哟。麻烦，这是我的 Instagram， 谢谢你，谢谢恩奶娘，谢谢 YT and 小兔送我传奇小鸡，大家等一下仔细再听一次，真的很像什么什么娘啊，谢谢谢谢娘。麻烦很可爱。爱你妈妈咪咪爱的吗？喜欢这首，我也喜欢这首。去完上海 festival 就喜欢这首。谢谢玉婷和比宝的朋友傻哭送了我枫叶，可爱吗？过了，对，过了。但是我今天应该会一直重复放这首歌吧，因为我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一直放它。跟你们说，我发现我的背好像，我前天不是跟那个阿贝莎他们去六福村玩吗？然后我的背好像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撞到椅背，现在感觉有点淤青的感觉。
我现在靠到墙壁会痛。再次是 IG 到这种，谢谢吴波姑，你好，谢谢你。你还是喜欢的歌，对，我喜欢的歌就是不好听的那种。多了吗？还好吗？还好，还好，还好，没事没事，就是小小淤青。因为他那个云霄飞车的那个什么安全带看起来很松啊，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很害怕，他安全带很松。然后就不小心撞到背。背还好，人之里面穿虽然云霄飞车都是全身酸痛。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六福村的那个太火山历险嘛，就是冲上来有水的那个，它没有安全带耶，垂直冲下来的东西没有安全带，不觉得很可怕吗？它只有那个握把，可是没有安全带，超可怕的。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那种船嘛，然后冲下来会有水的那个，然后他是走的没有安全带的，那个握把没有，有握把，那种好像都没有安全带，可是听阿飞上说迪士尼的好像有，然后六福村没有，有点可怕，所以我就抓超级紧，我很紧张。谢谢阿华送我新机关，会觉得扶起来，而且还要一手扶那个雨衣的帽子，一手还要抓，超级忙的。我没有穿雨衣啊，我们在六福村里面买了那个80元的雨衣，买了长颈鹿雨衣，是蛮可爱的啦，之后给大家看那个雨衣。我们集体穿长颈鹿的雨衣，超级好笑，变团服了。长颈鹿，对，长颈鹿雨衣。它只有卖长颈鹿图案的，所以我们就全部人都穿长颈鹿雨衣，感觉是一群狗。我之后放照片给你们。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照片。阿飞刚有示范你们下去的样子，品寒露示范什么？你想要？要是可以选的话，我想要那个，我想熊猫的，熊猫的感觉很可爱。如果有熊猫的原因，我喜欢熊猫。要我示范什么啊？谢谢彩虹花送我喝牛奶，火山历险脸的样子，可以啊，火山历险大概是。但是我觉得我玩海盗船的时候脸比较狰狞，大概长这样吧。我记得诗雅好像有录，诗雅有录我海盗，应该是咖啡杯的脸，超级丑的，超级狰狞，咖啡杯很可怕的。诗雅好像有录咖啡杯的，想到还在怕，不喜欢录。之后如果是要剪那个 vlog 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应该会剪进去吧。Hello Win 你好。因为骑车被路撞过，你是在哪里骑车被路撞到？生态很好，台东吗？Hello， 露露你好。咪手手不是乐乐科鸡肉饭你好。海海被路撞，路还好吗？海海还好吗？是在哪里骑车被路撞啊？台东之类的。
台湾有机会被录啊，台湾哪里生态这么好？是通常国外比较有机会。就想要被录中的，这什么什么娘，你们有听到吗？再听一次，突然听到，我看一下，你们仔细听。什么什么真的娘，是不是很像什么什么娘？它好像是叫什么、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鸭？有哎、欸，是不是很像娘？鹿照是逃逸，这个鹿照可以买了。娘，好可爱哦，这只。对对对对对，娘。谢谢彩虹花的新之冠，我每次听都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娘。刚来个猫耳的，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谢谢彩虹花的新之冠。谢谢阿华送我胶水。谢谢阿华送我胶水。这什么什么娘？什么什么娘？谢谢伴送我迅龙。这首的歌名叫做《君と右と太陽と你与彩虹与太阳》。君と右と太陽と。谢谢好华送我筹码，谢谢华华，一直想到汉奶娘，对对对，汉奶娘，可以啊，也可以把歌词换成汉奶娘啊。Mickey Mouse 你好 ，Mickey Mouse 你好。嘿，土豆，今天可以每句都加娘吗？可以啊，可以啊，金友娘，金友娘，我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很烦啊？金友娘，可以啊娘，当然可以啊娘，汉美娘。皮哈娘，皮哈娘，这可以吗？可以吗？大家不会嫌我烦啊？会不会嫌我太烦？非常可以吗娘？那我继续娘了哟。这样不太好，大家看到一半就会可爱死了娘。谢谢阿华送我 kiss 啾啾娘。我有办法持续到最后吗娘？我怕我一个疏忽一个忘记就会忘记娘了。变成新鲜柠檬，谢谢你送我草马娘，谢谢妄想的枫叶娘。会不会很烦娘？会不会自己先累死？绝对会的娘。我觉得我会被自己累死娘。看完说话会不自觉喵。谢谢阿华送我真情告白喵。爱迪妈姑娘喵，他唱了，再听一次，我再给大家听一次。等一下。哒哒哒姑娘喵，走到飞你好喵。今天要一直喵吗？平衡的猫咪单元喵。谢谢人中送我仙女棒娘，被洗脑了娘，平常的口头禅就这么决定了娘。谢谢机票送我一万个赞娘，猫咪星期五娘，直播看完都娘，大家不会觉得我很烦娘，我很努力的在娘哎。
都没有忘记哦。皮卡呀，一起学猫叫呀。问号，皮憨怎么了呀？今天所有想号后面都会加上呀。我居然跟杰明在 PK 呀，怎么对上杰明了？对了，都被传下呀了。那你既然是杰明，说到杰明，我想跟大家说一件杰明有趣的事情呀，就是我们这次去上海，对吧？然后阿 K 在我们去上海前一天，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出来阿 K 就问我说：“平涵，你上次去上海那边便利商店的食物啊、零食怎么样？会跟台湾不一样吗？”我就说：“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口味不太一样。如果你吃不习惯的话，可以自己带。”然后隔天我们到公司的时候，阿 K 的行李最重。结果他带了超级多零食的，他还带了饮料来呢。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的行李很重，带干嘛带饮料、带食物、带这么多？上海明明就都可以买，也没有差太多。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是我前一天跟他说可能口味有点不一样，我就问是那个罪魁祸首之一，我对不起阿 K， 害阿 K 的行李很重。结果阿 K 也没有吃完呢，他照样带回去啊。阿 K 真的是我们的零食供应商哎，谢谢杨杰送我爱心呀，好可爱哦，这个猫咪画得很成功哎呀，噔噔噔噔噔噔，阿 K 是我们的零食担当，每次只要活动啊或是出国，他都会帮我们带很多零食，谢谢阿 K 呀 ，Hello， 爱死晚安呀。再去送 SH 跟陈飞，谢谢博汉的筹码呀，中二零食担当，好气。上海有什么？我喜欢生煎包跟酸辣粉，超级喜欢。可是我感冒，我没有办法吃辣，不然我周末还想再去吃酸辣粉。喵，差点忘记喵。不是就有了，我有记得喵了，又回了。平衡晚上好 ，C C 去晚上好喵，谢谢元松送我迷你金浪奖喵，谢谢电视金犬送的蓝色一元豹喵。最近发现阿 K 可爱之处了，我发现相处多一点的话，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嘛，然后就会变得感情更好。谢谢阿火送我带你环游洛杉矶呀，谢谢阿火，谢谢彩虹花送我香槟，谢谢金柚的 love you， 结果是好莱坞哎，谢谢阿火，谢谢阿火，谢谢 CCC 送的啾啾你哦，谢谢你，谢谢金柚的 love you， 上次去跟小迪下那家酸辣粉好吃对不对，推荐给大家，在中山站那边大家可以去吃吃看，它可以调整辣度。喵，差点忘记，喵喵喵，好吃好吃喵，大家踩点一波喵。上次有吃过，是不是还蛮好吃的？我也好喜欢，等我感冒好再去吃。真的好吃，棒。可是我们没坐到你们的桌，没关系啊，反正都同一间店嘛。谢谢海华送我真情告白呀，生煎包很多汤，没错，生煎包里面超多汤，我上次第一次咬下去的第一口就喷到自己衣服，大家吃生煎包要小心啊。喵，你对突如其来的对决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很措手不及呀，措手来的措手不及，就跟炸鱼一样来的措手不及喵，只是人超多，真的香，口味上意外没有这么多，我喜欢耶，超级喜欢，我应该还会再去吃。上海有收到恐慌吗？里面有一封信哦，我们有看到那个花，就是大家送的东西我们都有看到哟，谢谢你们。
我有看到那个花，谢谢 CC Trip， 很开心，很开心在上海的那个 SR Festival 会场外，大家跟我们挥手，然后还有听到有人叫我平涵这样子，平涵在哪里？在这里，喵！谢谢你们为平涵尖叫，喵！踩点讲球一模一样。小菜两盘，我记得我们那天小菜好像是什么什么地瓜丝、土豆丝、土豆丝还有莲藕吗？好看，莲藕跟土豆丝吗？有点忘记了，好像是这个吧，有点忘了。不是龙卷风措手不及呀，一天都拿捏怎么？我觉得我到后面就会忘记了捏，我现在已经渐渐有点忘记了捏。既然是莲，我忘记是不是莲藕了，还是我自己现在想吃莲藕而已呀。谢谢疯狂主播超梦追踪主播，你好，是 AKB48 近期比较平安，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哟，谢谢你呀。谢谢今天送我真情告白呀，捏得很累呀。谢谢 CCC 送我龙蛋呀。啊，终于结束对决了呀。我来把它关掉一波呢，谢谢大家，谢谢阿 K， 谢谢阿 K 阿 K， 感觉是现在想吃，没有土豆丝，我很确定呢，我记得我上次没有点土豆丝呢，啊，还是那一盘是那个猪耳朵啊，我有点忘了呢，是猪耳朵吗？有点忘记了呢。土豆丝我们有点酸辣土豆丝，好像是土豆丝，我们很确定，好像是猪耳朵，想起来了，好像是猪耳朵呀，是吗？忘记了，竟然是猪耳朵，平涵的耳朵也是猪耳朵，我现在是一头猪呀。你还吃辣吗？我不太吃辣。今天是喵喵，没错呢。今天是平寒中午喵喵日。你们会觉得我太烦了，太烦我就不要喵了啦。会喵喵的小鸡。是个你贴背的猫。不会呀，超喜欢的呀，那我继续捏哦。晚上了，不是中午捏。平衡看起来比较像兔子吗？谢谢阿 K 拉送我蓝色芋圆棒捏。我喜欢今天的妆哎，可能是因为很晚才化，看起来比较贴的捏。谢谢健身送我枫叶捏。我想挑战，不要忘记呀！谢谢博翰的星之冠呀，累了可以改 waf， 可是捏比较好发音 ，waf 有两个音节，我还是捏好了。下次去练习都在捏。OK， 擤个鼻涕嘛捏，大家都能注意，请等我两秒钟捏，等我两秒钟捏。我刚刚去擤鼻涕了呢，小瑞 ，Hello Hello， 小瑞晚安。跟别人讲话一不小心就捏了，大家要配合小心捏。恭喜感冒快好，我也觉得应该快好了吧。希望我明天睡醒就会好一点了，拜托赶快好！大家帮我许个愿望，
听说在10:22的时候可以许愿，大家可以帮我许一个，希望平衡感冒赶快好，喵。Mini mini Q 感冒飞飞喵，大大大飞飞喵。说到10:22是什么时间？就是10:22啊！我听说的，我每天10:22都会许愿呢。说到吃啦，上次不是要跟大家聊那个吗？Kogi 就是那个 YouTube 那个吃泡面跟马来西亚零食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吗？结果许愿只许到喵，许愿明天必然变成猫咪呀，那我就会蹦变成喵，变成猫咪呀，蹦 Kogi 的。没错，我上次要跟你们分享上次吃到的马来西亚零食，不是整天应该不是看到的。那个泡面跟酸辣粉比起来，当然是泡面辣啊！我先跟你们分享零食哈，零食的话，我觉得里面最想吃、最好吃的是那个美露的那个巧克力糖吗？那个超级浓的，我好喜欢哦。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可可、巧克力、牛奶类的东西，我超级喜欢阿华田的，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可可味道。然后那个美露糖的超级浓的，感觉可以拿来泡水、泡牛奶，感觉可以很好喝的那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感觉台湾好像也有买得到吧？谢谢 CCX 送我，偷偷喜欢你呀！那个超级好吃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呀。那是我里面最喜欢的零食，然后我还有吃到那个马来西亚的科学面吗？马来西亚的那个科学面，我觉得它味道比我们这边淡很多哎、欸，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科学面的粉不是很咸吗？我通常都只加半包，他们那边是没什么味道的那种，比较清淡一点，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口味。谢谢健身送的蓝色一元棒呀，就是淡很多，吃起来就是泡面的味道，就是王子面的味道，能懂吗？就是王子面，就是纯的泡面的味道呀。然后他们那边还有那个虾味鲜吗？但是我觉得他们那边的虾味鲜吃起来的味道比较像有玉米浓汤的味道吗？对，有玉米浓汤的味道，但那个虾味鲜有玉米浓汤的味道，我觉得也蛮特别的，不算难吃，我觉得是也蛮好吃的呀。谢谢 CCC 开创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呀。去马来西亚可以买美露小包装的回来泡呀，有蜜玉米浓汤感觉很新奇。然后再来是泡面的部分，我吃那个辣的泡面真的是辣到一个不行啊，它是舌头嘴唇都会很麻的那种，我只吃了一小口完全不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辣，辣很多，它比酸辣粉还辣，我真的吃完是受不了那种，非常流眼泪，很辣，超级辣的呀，直接断线了，超级辣的，我狂喝美露哎、欸，我不是找借口要喝美露呀，是真的很辣呀，美露还有巧克力球也好吃呀。不是找借口喝美露，真的很辣呢。雷扎比姆你好呢，谢谢 CC 先生我真情告白呢。马来西亚泡面我不知道价位是多少哎、欸，看你那表情真的很辣。但是我吃其他小杯的那个杯面还蛮好吃的，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咖喱口味，还有什么一个是。
泰国的吗？中亚，中亚，好像叫什么中亚口味，中亚口味，还有咖喱口味，我觉得蛮好吃的。美露跟阿华田，我喜欢阿华田。我每次早餐几乎很常喝阿华田。中印，不知道中样吗？还是中印？不知道怎么念。中印，谢谢西西分享直播间。Hello， 西西，好久不见。玉昌老爹这个品牌奶茶包很难。看咖啡包。可是阿华田很长胖。有喝过好利克吗？没有哎、欸。好久不见，西西，你不是在日本吗？还好吗？现在？谢谢双叶分享直播间呀。中央的中文叫东岩哦，东岩呀。玉婷大大你好，玉婷跟西西都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刚下班哟，辛苦了西西。好的，会保重身体。哎呦，在吃药了，而且我今天吃了一颗苹果，一颗绿苹果，医生远离我。你呀，哥哥你，今天是回国日，今天好多好久不见的人都回来了呢。日本组，阿华田是老字号，超喜欢阿华田。我喜欢喝可可，冰可可。突然有点感动呀，大家好久不见呀，希望有一天你们还可以一起聚在一起来看品韩表演，来喊我的口呀。终于有空看品韩了，嘿，不好意思，是阿华田加一，是不是蛮喜欢阿华田？看看，我也喜欢可可，可是不喜欢加牛奶的，一定有机会的。给你，给你，给你啊！品韩保重身体，会的，会的。咪咪汤手，品韩好好保重，好的。重回无国际，一起品韩扣的场景。你还是不是喜欢三？我喜欢啊，我喜欢太空人系列的任何东西。三眼怪也算是外星人，所以我也蛮喜欢的。Hello， 樱桃猫你好，樱桃猫你好。爪子呢？新人的雨林品韩喜欢吗？我喜欢呐、啊，我喜欢呢、啊。说到雨林，我还没放上次我们可爱的那个小短片呢，已经忘记放了，就改天来放。上次跟雨林录了可爱小短片，动动的那种，我觉得我们的互动很可爱。太空人品韩一定喜欢。安安樱桃吗？小短片是那个动动的那种，我觉得我们的互动蛮可爱的。谢谢文州送了我带你去流浪，谢谢文州，你要带我去哪里流浪啊？不长的话可以丢现实，对，它是动动的那种，应该不算短片，就是动动。太空的话题。Hello， 洪建安你好，喵。给大闭幕，谢谢你送我 kiss 啾啾喵。带你去，你想去真的吗？我想去外太空哎、欸，可以带我流浪去外太空吗？喵。喵粉你好，谢谢阿华送我仙女棒喵。品韩讲话怎么开始呢？因为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很像呢，我就想说今天
所有的话后面都要开始接你啊，今天是喵喵日啊，外太空要射火箭啊，可以哟喵，地球好危险，我想回火星了喵，晚安大见喵，摇头很可爱，还以为我吃错，星星不要久久回来又开始呛我了哟喵，谢谢 CC 去送我分享喵，谢谢最喜欢小迪恩雨晴的烦吗送我寻龙喵，西西还是很傲娇的开始呛我了喵， Google 你好喵，谢谢华华送我仙女棒喵，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马来西亚可以试试那个泡面，我是不会再试了吧，然后才跟你傲娇了，不呛就是吃错药了，嘚嘚嘿嘿喵，好可爱的喵，开犬输了吃喵，可以啊，如果玩游戏的话当然可以喵，谢谢阿豪送我蓝色玉门棒喵，博弈你好喵，我输了，哥，我要吃辣泡面了吗？娘，快辣死呢！日本有三眼怪，我不知道哎，哪里有三眼怪泡面？我只有看过皮卡丘泡面，还没有看过三眼怪的泡面。谢谢健身送我蓝色应援棒，你吃美露就好。谢谢你的大恩大德杨杰。下次主题吃泡面，还是我哪一天来挑战辣泡面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好了，不要不要不要乱，不要乱开主题，不要好了，没说，当我没说你啊，美露泡面吃十碗还没拆开吃，听说很好吃，真的假的，台湾买得到吗，没有，我刚刚什么都没有说我刚刚说了什么呀？忘记了呀。刚刚说了阿华田好喝呀。日本期间限定，那就买不到了。五口配信了呀，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伴手礼开箱呀。美露真买家泡面，叶问答十个呀。你说直播吃辣泡没有呀，没有这回事呀，我没有挖洞，我把它填起来了，没有要挑战呀，这碗寄过去给你踩雷是不用寄来给我，你留着吃，留着吃，你还吃十碗面可以代替你吃，哎，扎病母，谢谢你分享了直播间。辣条不辣，平衡可以吃哦。好啊，还要面无表情吃，好吃我再去买。品涵从辣的乌龙面，有啊，我有吃辣的乌龙面之前。就是吃的蛮辣的蛮爽的，但是真的会一直流鼻涕的人类，他说每次吃辣都觉得好累哦，就是一直流鼻涕的人类不过现在好像蛮好，我刚刚是不是忘记了，忘记捏了呀，我开始忘记捏了，辣条好吃呀，偏甜，街边小摊贩售的比较老呀，原来如此，别听没关系，不要上牛辣到手亏就好，
闹闹休克太夸张了吧？喵，说好的喵，对对对，喵喵喵喵起来，喵起来，喵一波，美容喵，我开始忘记喵了。谢谢彩虹花送我宠懒喵。大家有没有看了昨天？哎，昨天上的花絮喵 ，MV 户外的那个花絮喵。放进一波娘，一点点都能瘫痪。你们有没有看昨天上的花絮娘？有咯，是拍在四四南川拍户外 MV 的花絮。有，我很呆滞的在吹，因为很热，超级热，而且我那个晒伤的疤现在还在娘。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和 YouTube 去看我们的拍摄 MV 的花絮哦。很热，每个人人手一台电风扇呀。对啊，我的晒痕还有一点点在，我很努力擦美白乳液了呢，但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呢。辛苦平安咯，不会有你啊，美肤没用了吗？看得出来你很热，你看是那时候是正中午，真的超级霹雳热，然后又不想要刘海坏掉，所以就狂吹电风扇，热到怀疑了，你真的超级热了，完全没有风，等你啊，那个吹风。表情每一次看都觉得，不要笑我猫姚杰娘。你们那是去对旁边有路人，那时候刚好正中午，大家出来吃午饭的时间吧。路人好幸福娘。有很多上班族路过娘。然后直接拖出去了，笑死！哎，那时候我记得路上蛮多上班族经过，然后他们都会看我们一下这样。因为我喜欢这首歌啊。上班族啊，姿态。还没看花絮的都可以去看哦，等你啊。再等呀。大家也有看鱼版吗？好像前几天、前不久上映的鱼版。脑袋都是捏了，大家有看鱼版吗？和林一口一样，已经成功死了。鸡毛毯子，对，我那时候摸觉得很可怕，而且我还被那个小猪哥吓死，他突然喊一声很大声，吓死了呢。那是我第一次上鱼版遇到他，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他娘，我还有买他的专辑。国中的时候跟我一个同学一起买他的专辑，然后上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录鱼版遇到他，所以就蛮兴奋的娘。还有什么事情会超过话哦？我洗澡也洗很久的娘，我洗澡要洗很久。Ten track。好哦，我去寻找一下这个音乐呢。睡觉的时间被吓到也很值得。他人很好哎，谢谢弟弟送我星之冠呀。
拉茶哦，拉茶是一种我最喜欢奶茶了，我一定要喝，谢谢你推荐给我呢。我很喜欢奶茶。谢谢彩荷花送我星之冠呀！我发现我晚餐的药还没有吃呢，等一下结束直播来去吃一下呢。竟然，啊！日本奶茶好贵，台湾的三倍。台湾有一些日本牌子的奶茶也很贵啊。没吃药难怪比较好精神，没有我觉得我快睡着了，我渐渐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我好诚实哦。你看哦，我睡前没有药，它是三餐饭后没有睡前，我的药是三餐饭后呢。新加坡奶茶也很贵呢，那你现在吃啊，所以吃个药提振精神。日本人好像很喜欢台湾的茶，平衡眼皮另一半合算了呀，有点贵是真的，难得没睡前。对，日本真奶超级贵，听说可能可以抓个脚。春水堂大杯160，如果口红都掉了，补一下。在大陆喝喜茶，被两对是我喜欢的镜子。是没有，是我买的，是我买的，很可爱吧？被你们发现是飞天小女警，但是我发现我 TP 袋子上有挂一个飞天小女警的毛毛吗？我的 TP 袋子上还挂了一个毛毛。对，我前几天的现实那个有拍到 TV 的袋袋，我的袋子上有一只毛毛，小时候的卡通。一定来长沙喝茶颜悦色，很喜欢这个镜子，我出门工作都会带着这个镜子，很方便啊，可以照到全部的脸。新台币要起，大约台币160。The city of Tokyo。愿意当魔人舅舅吗？膝盖小巧方便，才不是因为是飞天小女警，是蛮可爱的啦。但是，好了，对，也是小巧方便。飞天小女警哦，我最喜欢毛毛吧，啊，不对，最喜欢泡泡，蓝色的，我最喜欢蓝色的这只。好少女哦，用飞天小女警的镜子。小时候也喜欢泡泡。魔人啾啾就是那个坏人大魔王啊。魔人啾啾，喵！我忘记喵了，可恶！我刚刚好久都忘记喵。对，我的念忘记5分钟。小时候最不喜欢毛毛。飞天小女警全套真的好看。
时候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飞天小女警的剧情了，太久以前了，娘啊！他以前是在 Catch You Never 吗？做对不对？就是23台还是哪里 ？Catch You Never 是这样念吗 ？Catch You Never 做的 ，Catch You Never 对 ，Catch You Never，Catch You Never 做的对不对？卡通频道，隔壁台对，隔壁台是迪士尼的那个。然后在隔壁台是摸摸亲子台吧，我记得。大家小时候也有看过《胆小狗》吗？《胆小狗英雄》。以前我看《Cartoon Network》也会看《胆小狗英雄》。你们知道《胆小狗英雄》吧？你们知道《胆小狗》吗？我小时候超喜欢看《胆小狗》嘞，觉得它超级好笑，超经典。对啊，胆小狗对小孩子来说有点恐怖，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画的蛮可怕的。小笨狗，你看我好丢脸，真是觉得它超萌。其实我觉得胆小狗里面的那个老婆婆长得有点可怕、欸。跟鼠比狗是，对，鼠比狗也是同一个系列的。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史上最萌的宝宝。茉莉儿吗？对，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可怕。谢谢 TTP 小熊猫送我 love you。茉莉儿一直被玩吗？我小时候很常看胆小狗，那你们有看过豆豆先生吗？这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我说卡通版的哦。豆豆先生，我小时候也很爱看豆豆先生，看不腻。卡通版的，我觉得胆小狗比较可怕。有，但是看不够，真人版也好看。对，真人版那个真人的豆豆先生长得跟卡通超像的呀。可是配音版本的 Misty， 豆豆驾车，豆豆先生真的念也好像。可是我小时候都看卡通版的，我很喜欢，我看到连剧情都还记得。主题曲好听。啊、哦、对，我忘记念了，忘记念了。因为卡通就是真人哦，是先真人版才卡通的哦，原来如此呢，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呢。对对对。我现在才知道啊，真的是这样哦，是真人先出，然后再出卡通版。我想要真人版的豆豆先生有一集，不是他把牡蛎不喜欢吃，他把牡蛎倒到别人的包包里吗？超级好笑的。豆豆假期，
风筝。黑小珍妹又送我风筝呀。豆豆叫骑士电影版。谢谢阿华送我蓝色育儿棒呀。豆豆先生每次开车，蓝车必是啊，蓝车一定会被撞到水里，对吧？今天开到十点吗？对，今天到十点。四川话里面猫和老鼠怎么念？好啊，教我教我，教我怎么念呀？我想喝个水，所以要等我两秒钟。看到老人心虚的品寒，男车很帅，但忍不住笑了，好困哦，先洗澡，好哦，先去洗澡，谢谢文中送我仙女棒，六秒了，谢谢 Tony 分享直播间呀。谢谢 Tony 分享直播间呀。还没洗澡卸妆，我也还没有吃药啊。哦，明天学生天团是吧？明天播是吗？我们上次去学生天团播音乐哟，大家明天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表演好像表演了四首歌。大家可以看一下《水声天堂风音乐》。谢谢 Tony 的人气选票。这次要玩大家很喜欢我们玩的游戏，敬请期待。谢谢 Tony 送我人气粉票。我觉得我鼻涕好像没有这么多，好像变成是痰了，然后痰把它咳出来，我感冒是不是就好了？三流配一球，没错啊。然后我那天就说我改姓刘啊，刘品涵。木曜家民宿九月底播，再等呀。想睡觉呢。什么时候念十点呢？刘品涵，刘家的。风车车就是那只老鼠。刘品涵，刘品言。我刚刚那个开播前去看了 YouTube， 然后我看了那个这群人的新影片，就是他在介绍那个开学前的经典语录，然后我就看了一半快被他笑死了。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就他其中有一段是那个，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真的很好笑。就他有一段是暑假作业要访问名人的那一种。然后他里面就演了一段，是有一个学生他要访问，就是某人他访问了一个人，然后另一个人就说你访问谁，他说我访问那个 Grande， 就是一个西洋歌手 Ariana Grande 嘛。然后他说他去访问那个人，然后一直到暑假快要结束了，他的朋友问他说啊，你那个访问到底用好了没，他说啊，就 Grande 没有回我，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回我的。结果开学老师骂他暑假这么长，你一个访问都访问不好，然后他就哭着说，因为 Grande 都没有回我啊。那段超级好笑，我快被他笑死了。大家等一下去看一下，因为 Grande 都没有回我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访问。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不会换一个人访问？他说，可是老师叫我们要莫忘初衷，我就想访问 Grande 啊，但是他一直不回我，他已读了，但是一直不回我，快笑死了。我每次都觉得这群人影片很好笑，很喜欢他们的影片，我很喜欢他们那个经典语录系列，超级好笑的。那个开学经典语录，
大家等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也快开始了耶，讨厌。真的吗？没错，我刚开播前快被吓死了。刚姐没有回我。我要初中了，第十名。下周我还没有那么快，我可能下周。玉婷加油哦！好哦，健身。意外的走，我应该是下周开学，开学就专四了耶！天哪，会不会开始要去实习干嘛的？看完平衡直播直接看，别看。军训好累，开学对，开学好讨厌。但是其实我快开学的时候都会蛮期待开学，结果开学过一两天后就不想要开学了，因为很久没见到同学，就会想要去学校见见同学。但是大概过两天之后就不想要了，很难搞。今天开工就好，大家开工加油，开学也加油。两天就叛逆了，同学建议礼拜就将来会考证照，有吗？我已经会想要考驾照，我一直都很想考驾照。开学要抢选课，帮同学补课。自嗨到觉得开学到底是什么？远离驾驶保护机构。哎，我说不定我开车超强啊！基隆监理站蛮好跑，车厂找我代言。我请吉老师，哎，西西，你不是这样子的吧？不是这样呛我的吧，西西呢？怎么可以这样呢？说不定我很厉害呢。谢谢班长送我掌声鼓励。品涵赛车，哎，我玩赛车都很厉害呢。我玩赛车很厉害呢，说不定我开真实的车也很厉害呢。不要小看我了呢。感觉可能开车技术跟设定的猫一样。对啊，说不定我是车神呀，不要看不起我呀。来讨厌你不哇，讲话讲到喉咙好痛啊，我喝个水。我现在一直处于耳鸣的状态啊，怎么办？好想让耳鸣赶快好，还是要等到感冒好才有办法。我觉得我感冒这几天一直都耳鸣的状态。然后打哈欠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平安说，我觉得我不是三宝娘。不太会停车，还有传神。会调？不会啊，怎么调耳呀？感觉身体在对抗病毒，好想睡哦。是吃药想睡觉吗？还是这时间都会想睡觉？耳朵也差不多好了，捏鼻子。
捏鼻子。先要冲床啊，那个。医生监督女艺人，你好。喊芝麻开门，看会不会耳朵开。芝麻开门，喵。开车速度会不会跟化妆一样？也太慢了吧，喵。是不会这么慢啊，喵。调好压过就会变多了，好哦。那还是不要乱调好了，喵。静静的看着你们发呆呢，我手会也会娘，你要求我就可以娘啊，你要求我就娘啊。现场的娘给你们听，娘，嗯。谢谢阿豪送我筹码娘，喜欢请对你喵一个喵，这样吗？这样可以吗？阿志，赶快去登记吧，记得来品涵这里哦，可以对你喵。阿志要来品涵这里哦，喵。这样有力度。妆前妆后应该不算差很多吧，可能气色有差吧，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完全没差，不然化妆要干嘛是吧，可能气色会稍微差一点点。三步都登记了，谢谢怀怀。对，今天你好，谢谢阿静啊，期待见到大家。我很怕其他部没有很多人，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怕其他部没有很多人呀，大家要来平衡的握手会哟。登记好了，最后第三步的，最后再补。好不呢？素颜开台不行啦，我可能会被打电话关心，你在干嘛？被打电话关心，不行，不能素颜开台。第一步起不来，还在睡觉。第一步打招呼，第二步尿，第三步解救，刚刚好。是吗？我有被问过吗？忘记了。没错，就是那个 GQ。但大家说我素颜看起来年纪更小，很像国中生。是的哦，我有点忘记哦。大家
说我素颜很像国中生，看起来很像。希望能再爆一部，那就要靠大家的帮忙了呀！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平台握手会。这样代表素人状态很好啊。你叫小品啊，呢更期待是不要不要期待我素人啊，不要不行。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那我来念一下排名好了好吗，我来念一下排名了哟，大家。第十名自伟哥，第九名玉婷和 Bibo， 玉婷和 Bibo 的朋友优酷。第八怀怀，第七杨杰，第六金佑，第五燕世冰泉，第四桃花，第三和第二原装，第一 Six Six Shape，Six Six Shape 原装跟阿华可以指定动作哟。然后我再抽一下六到八名，谢谢玉婷的枫叶。怎么是第六啊？我是不是不公平？不行，我要洗一下，我要洗一下这个签。好了，怎么还是六啊？那就是命中注定是六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六号谢谢。六是谁呢？金佑。恭喜金佑 ，CC 是原装阿法，金佑开始指定动作哟。先跟你们说，我下一次直播时间是，9月1号星期日的晚上8点半。星期日，9月1号星期日的晚上8点半，大家记得要来哟呀，来等呀。大家记得要来哟呀！阿毛可以开始指定动作了。咬嘴唇吗？要吗？咬啊，亮吗？是亮吗？咬出血，亮什么？来个以前的指定吧，来吧，阿华。原装这个可以吗？好可爱哦，不是很会咬嘴唇，还在努力练习中。希望你喜欢原装。阿华想指定什么？来个波头跑啊，金佑，当然没有问题。这样子没？这样子的呀，这样呀，这样子的吗呀？阿姨。谢谢阿仁送我新之冠，眯眼生气气麻烦，好哦，大家要来我的握手会哦，不然我会生气气呀，会生气气呀，会生气气呀。谢谢阿华送我筹码，还有吗？大家，
叫哭也不怕，不行呀、啊，不行呀、啊，汤汤给我来哦。Specific shape, specific shape， 你想要指定什么呀？想要指定什么呀？就是想看平衡生气气，你们很坏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我今天想要介绍大家一首日文歌，叫做《卡耶利米奇》，是 OAU 的歌。不行啊，田中豆的网要找我呢。卡耶利米奇 OAU 的歌，好听，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觉得蛮适合周五晚的，不生气就不是欺负喜欢女生。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来看我直播。下次直播是9月1号星期日晚上8点半。哦，对，这一周的歌单是偶像团体吗？我上次是说偶像团体吗？太久了，偶像团体歌单我还没有听，我礼拜日直播前会放上去跟大家分享。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本周歌单哦。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大家晚安，谢谢你们今天看我直播。好。睡觉的 pose 吗？好啊，这样吗？谁谁睡指定睡觉的 pose？ 大家晚安。嗯，有吗？可以吗？睡觉脚这样。我会不会就真的睡着啊？可以吗？有没有接到？我会不会直接睡着？谢谢 CC 睡，可以吗 ？CC 睡，然后就停在这里了，就这样结束了。哎，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大家晚安，谢谢你们看我直播，下次直播是9月1号了，星期日晚上8点半，辛苦你们了，等一下要去吃药了，希望我下一次直播声音可以回来了。哼哼，来来来，你12点再被 ban 掉 ，ban， 等等是阿北桑最后一次直播，大家等一下去阿北桑的直播那边看看吧，是。阿贝桑他最后一次直播，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快点感动死他吧！我们的阿贝桑最后一次直播，想梦到平安，祝你梦到我，好呀！大家晚安呀，谢谢你们，我心颖也好好看哦，嗯，好看吗？好看吗？会不会太近？大家拜拜，晚安，拜拜呀，晚安呀。晚安，晚安，大家拜拜。你分了，晚安。